福则乐谨慎，海塔令树阔，鱼则定照阳。那么前面呢已经讲了这个没有这个修自他交换的这个过失啊，没有只修自他。那么这个过失呢，就是今生当中就是造受各种痛苦，来世呢就是也是受到这个就是痛苦等等，就是从两方面呢就是已经这个叙述了。翻过来说，如果我们这个修持自他交换的这个菩提心，然后就是利益他种，那么利益他种的话，今生来世乃至这个生生世世呢，有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这个利益和快乐啊，就让我们世界当中的所得的这些快乐呢，昨天前面也讲了，就是全部是利他而这个产生的。因此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就是从现在开始就是修这个自他交换，平时在生活当中，在修行当中呢，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这个修，这样修了以后呢，就是对自己呢自然而然会带来就是许许多多的这种这个利益。那怎么修呢？我们可以修，我们在外面那么多的这个芸芸众生当中呢，就是看到有些快乐的人，快乐的人呢就对就碎息，然后有些痛苦的话呢，就是马上想这个人很可怜的，这个人的这个痛苦呢，就是马上我要这个解释。然后自己呢，不管是你吃饭也好，或者是一些在这个就是身体和这个心里面啊，有一些快乐的时候，马上想到啊，我今天很快乐的，我特别的这种好啊，就今天是真的是我们已经过年了，就是多快乐多舒服哦，这个快乐呢不应该就是在那儿这个消失了，就是会想给众生，让这个所有的众生呢就带出这样的这种这个快乐，相属这样的快乐，就你马上心里面就是起这个作用。所以前古代的一些真正这个修行特别好的人的话呢，他们都认为是这个痛苦和快乐呢都不能浪费，就是马上要用上。怎么用上呢？当我这个受到这个病魔啊，受到痛苦的时候呢，马上想啊，无始以来一切众生的这个痛苦啊，或者是我
自己这个造的业，所有众生的痛苦呢，就是让我来代赎，就是马上把这个痛苦呢，就是用上。甚至你今天已经感冒了、头痛了，或者小小的一些这个痛苦呢，就马上把它用上。那今天呢，啊，就是稍微有一点这个快乐啊。冬天的时候呢，就是真的，我们有时候这晒太阳很舒服的，就那个时候的这种这个舒服和快感呢，就也马上这个回向给众生。这样一来呢，就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当然，这种情况呢，我们平时要修啊，平时没有修的话呢，有些人是这样的，生了病以后的话呢，我现在开始修一个自他教化，其实那个时候的这种这个修法呢，就是目的是就是自己想这个治好病，就是目的就是为自己，就是并不是是真的是这个众生的这个痛苦呢，就是自己代受，不是这样的。是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快乐舒适的时候呢，大家呀这个就是修这种这个菩提心，这种菩提心呢是一切这个功德的这个来源。而我们修的话呢，会不会让升起菩提心呢？华智仁波切也说了，就是只要修的话呢，一定会是升起菩提心。为什么？这是这个自然规律，因为我们没有修呢，就是恐怕不行的。凡夫人呢，无始以来的自私自利的心思很强的，先应该从理论上就学习这如菩萨行论等，就是大乘论点，然后自己呢就是反反复复的要下功夫。没有下功夫的话呢，真的这个所谓的菩提心呢，还是在自相续当中无缘无故生起来，是恐怕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是如果我们这个害众生啊，就是害这个害其他众生的话呢，那么就是给自己和他人呢，就是带来这个无量的这种痛苦。所以我们现在实践当中啊，千千万万个这些愚笨者的话呢，那么就经常不单就是不修这个利益他众的这样的这个殊胜慈悲菩提心，反而呢就是轻就随随便便啊，就是肆无忌惮的开始这个毁坏就是其他的这个众生，这种这个行为呢，真的是也是这个非常可怕的。我们平时在这个做任何一件事情呢，就是对这个罪业呢，一定要这个小心翼翼，不要认为呢啊，就是只是这个小小的这个罪业，就是杀死一个蚂蚁呢，就是有什么样的，或者是犯一条这个禽罪的这种戒律呢，就是没有什么的，这样的这种态度来这个行持的话呢，就是那我们就是获得解脱呢，就是非常困难的。这呢就是在那个这个咸鱼经呢，就是咸鱼经当中呢也说得很清楚，就是虽为孝作禽无禽未无伤啊，就虽然这个罪业呢就是很轻很小的，但是你呢不能就是说啥，就这是无所谓的，就是然后马上呢就是害众生啊，或者是做一些损害的事情，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于轻虽云孝，冷少操善计啊，就是冷少操善计，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虽然有些那个小小的这个祸事啊，就是小小的这个祸就说的是很小的，但是呢就他也是冷这个分少，就是像那个善那么大的这种草啊，就是堆积的这种草呢，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也会这个烧尽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的话呢，就是大家对这个因果就是一定要这个敬慎。如果对因果没有这个敬慎的话呢，那就是学佛呢就是已经白学了。
下面呢就是说这个交际，我们呢就是端出，就是刚才就是不修辞自他交换的这个意呢。时间住还住宅还恐不不为计，众果习有握之神，慈母握何用。那么下面就是说那个让我们就是一定要了解到，就是所有的这个世间的这种灾害痛苦的来源是什么。也就是说呢，世间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自然灾害啊，就是像那个地震啊、火灾啊、水灾啊，就是当当就是地碎火风的各种这个灾难。然后呢也有一些这个恐怖啊，任何非人的这个恐怖了我知，如果没有我知的话，那就是那么这些的也不会这个执着的。意思就是说，世界上的这些所有的这个恐怖啊，以及呢我们在轮回当中呢，就是由这个生老死病呢，辛苦变苦苦苦当，就是三大痛苦，以及世界里面呢就是大大小小的这些轮回的痛苦，比如说地狱呢就是有这个寒热的痛苦，恶鬼有饥渴的痛苦，天人有四毒的痛苦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个痛苦呢就是不可计数。那么这些痛苦的来源是什么呢？全部都是我执而产生的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如果我们的这个萨迦耶见，也就是说呢，就是我和我所执，我和我所执没有的话呢，那轮回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痛苦呢，就是绝对是不会有的。正因为是这样呢，就圆顺菩萨在这个如中论当中啊，就是说是最初说我二执我，然后此言我所执之法如水车转无自在，就说得很清楚的，就是世界上的所有的众生的话呢，首先是有这个我的执着，然后有这个我所的执着，然后有了我和我所的话呢，就是有这个法的执着啊，就有法的执着。之后的话呢，我们这些三界轮回里面的众生呢，全部都是就像这个碎车一样的啊。就记得当时这个字释里面呢，有五种这个特点来就是描述这个碎车啊，就是永远的不能这个解脱的。那么这样众生呢，就是一直是这个无有这个自由自在，就是一直沉溺在轮回当中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我执所引发的。所以说，最根本的一切痛苦、一切危害的来源呢，大家一定要知道是这个我和我所执。如果这个我和我所执没有的话呢，那么一切过失和一切痛苦呢，就是不会有的。但是，一般现在我们世间的人来讲呢，就是要端出这样的我和我所执呢，也是有一点的这个困难的。所有的这个烦恼过失呢，依靠跟这个我执啊，就是紧密连在一起。在《十念论》当中啊，就法正轮师的《十念论》里面呢，也是这样说了，就是由我则执他。自他中至诚，此等尽相连的而生诸国患啊，就二生诸国患。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有了我的执着呢，就是再有这个他的执着，而有了我和他的执着以后的话呢，然后对自方呢，就是就产生就是贪执啊，然后对他方呢，就是产生这个嗔恨心，然后贪嗔与这个我执呢，就是紧密的就是相连在一起。这样以后呢，就是很多的这个嫉妒还有这个傲慢呢等等，就是各种的这个烦恼，然后呢，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样的这个生老死病的各种痛苦呢，就是也是开始这个出现的。因此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最可怕的就是呢所谓的这个我执，但当然这个这样的我执呢，就是也不是很容易的断除。但许许多多的修行人呢，现在的还不知道到底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是为什么这么受苦啊，就到底这个依靠是什么样的这个因缘来受苦，很多人呢就是对这件事情是不是特别的这个了解。所以我们现在呢已经抓着了就这个根啊，抓着了这个根之后的话呢，那一定要就是想办法就是端出这个我执啊。以前华智仁波切也说过，所有的这个修行的话呢，心应该就是反观自己，就是要观这个内心呢，那么所有的力量和威力呢，应该就是用在端出我执上面啊。就这是讲的非常这个清楚，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我执呢，就是它是最可怕的这个魔啊，就是应该就是说是它是这个魔王。这样的这个魔呢，就是对我们来说是有何用呢？一般的这个魔呢，就是以前那个马吉老中的一些那个教言里面的话呢，就是有爱魔与无爱魔，还有这个喜乐魔与傲慢魔，那么此也属傲慢魔，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有爱魔和无爱魔，还有那个喜乐魔的话呢，全部可以包括在这个傲慢魔。所谓的这个傲慢魔呢，就是我们自己无始以来就是执着我是存在的，
所谓的傲慢大家都知道是本来不存在的功德呢，就认为是我有功德的话，这叫做傲慢。所谓的恶呢，就是真的是用通过中观和一些这个密法的教研来进行分析的时候呢，就不会有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反而认为是存在的话呢，这叫做是傲慢魔。那么这种魔呢，我们每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呢一直这个存在着，所以这种魔啊，就是是很勇猛的。这个与最勇猛的这种魔我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我者。我们在这个大乘佛法里面呢，专门有一个断法，就是所谓的断法呢，就是通过般若法门呢，就是开始这个修持，就是然后断除这个我者。其实现在这个汉地的禅宗啊，就是依靠这个金刚经呢，就是断除一些执着，基本上是相通的。下面就是用比喻来就是说明，就是为什么断除呢？因为我们没有断我执呢，就是痛苦是不可能就是断掉的。我执未尽舍，苦彼不能除，如火未抛弃，不眠数座长。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所谓的我执呢，就是当然这里的这个我执的话呢，就是喜欢自己的，爱护自己的，那么无始以来我们众生具有的这种爱我的执着，爱我的这种执着呢，一定要就是彻底断除，就是通过中观的修行，大圆满或者是密法的一些修行要断除。如果我们没有断除，没有这个修持自大教化的话呢，那么三界当中的这些痛苦就各种各样的这些痛苦的话呢，绝对是不可能就是除掉的。现在我们很多人是特别的这种痛苦，为什么痛苦呢？正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断除我执，我执呢一直这个紧紧的困着我们的话呢，那我们的这种自磨，我们的这种痛苦呢，就是不断的会这个增上的。所以《深量论》当中呢有一句话，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他说这个知我未灭除，彼将数折磨就彼将数折磨，而是苦增矣，不住自行重。而是苦增矣，不住自行重。那么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这个所谓的我执没有断除的话呢，那么将来就是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呢，就是不断的受折磨，受这个煎熬。在那个时候呢，你的这个痛苦呢，就是越来越这个增益，就是增益的话呢，就是增上的意思，也是一种怎么说，就是他的这个痛苦呢，就是一直是不断的，而且呢根本不可能就是安住在自然这个心性的光明当中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为什么是不能按坐不能坐禅呢，原因就是我执没有断，整天就是胡思乱想，整天呢就是苦不就是痛苦的不得了，这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断除这种我执。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世间的这种痛苦呢就是全部是来自于我执。那么这个从比喻来说的话呢，比如说一个人呢就是树上拉着这个火，拉着这个一堆火，然后呢你苦得不得了，就是整个这个树都开始这个燃烧，那你不愿意就是放弃这个火的话呢，那这个什么时候放弃了才可以把这个燃烧呢就会这个灭尽，你的这种痛苦呢会灭尽。但你没有放弃之前呢，那这个火呢不断的这个烧你的树，不可能呢就是获得这种快乐。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呢，什么时候我执断了以后，在那个时候呢真的是就是有一种这个就是无路的这种快乐啊，不要说彻底断除，就是对我们这个无我的话呢有着这个重新的认识的话呢，那这种这个境界呢就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就是也是功德这个不可思议的。所以修持所有的修法当中呢，修我和修菩提心的功德最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就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实相。耶拉德门通呢，这比萨文格不是就四百论里面就是什么简净物是，诸有中界灭啊，就诸有中界灭，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们如果是见到了这个所有的外境呢，就是真的这个物啊，在那个时候呢，三有的种子呢，就是全部会断掉的啊，就无我之患呢，有我业不成。在那个中论当中讲的吧，就是如果你动到了这个物的话，那所有的这个烦恼的有啊、物啊等等，就是一切都是不成你的。没有这个以前快乐的时候没有修过的人，真的得这个爱人或者是在那个时候呢不可能的。我们一些那个战场上的这个士兵的话呢，就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这个武器的训练，就是然后你到了战场上然后拿着武器的话呢，他用都用不来，就是所以我们平时修自他交换的菩提心是非常的这个关键，否则的话呢就是到时候就是用不上的。按这个简单的用比喻来就是说明，就是下面呢就是摄意啊，就摄意呢就是前面代数痛苦啊，舍弃自己啊，还有这个自清他众的功德，然后呢就是不修自他交换的过患，就是就讲了四个方面的。第五个就是摄意，那么摄意呢就是从娱乐方面就是要终结那个自他交换，从行为上面呢就是终结这个自他交换。那么首先就是第一个娱乐方面讲的，如为自害即灭他痛苦，则尽舍他爱他如爱己。那么我们为呢就是制止啊就是自己的这个无始以来在轮回当中受各种各样的这个损害的这种痛苦，同时呢也为呢这个灭除三界轮回当中啊就与我们有关的这个
非常多的可怜的众生，那么他们的这个痛苦就是为恼，就是灭除自他的一切在轮回里面的刚才前面所讲的样的，就是恐怖啊、危害、灾难啊，以及就是种种的这种难以这个忍受的这些痛苦。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做这个舍弃自己啊，就是舍弃自己，自己所有的这个身体，自己所有的善根，自己所有的这些财产呢，全部都一点都不执着的，就是给就是三界这个有关的一切这个众生，然后把别人呢就是看作自己一样的。我们以前的话呢，就是往往都是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我就是真的很重要的，就是一直这样认为的。但现在呢，我们要应该换一个教导，我们已经犯了这样的这个菩提心之后的话呢，那就是要想到我自己这个拥有的这个名声也好，地位也好，财富也好，一切的一切呢，这样是让众生就是获得快乐，让众生有一种这个安心安全的感的话呢，那么我就愿意这个尽心尽力的全部就奉献给他。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是我自己也是在轮回苦海里面获得解脱的话呢，如果没有这个修持自他交换的菩提心，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让众生获得快乐的话呢，那世界上的是唯一的这个制止痛苦的妙药，就是我们的这个菩提心。所以呢，我们这个位呢，就是自他呢，就是修持这个菩提心呢，就是一定要将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福乐，就是财富呢，就是全部给这个众生。那么做这样的这个众生的事情的话呢，来自这个生生世世千百万劫当中，我要这个做的话呢，也一点也是不生这个厌烦心。啊，就是《金砖论》里面也是讲了，就是佛子一身轻，成熟诸众生，唯身一善心，千万皆不厌。啊，就讲的，我觉得是特别的这个殊胜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作为大乘佛子的话呢，就是他依靠一个超神的这种静静心啊，就是依靠一个超神的静静，然后呢，就是度化啊，众生成熟众生，就是三界轮回的众生呢，我们该知的这个度化，该知的这个安慰。那么安慰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一个众生的心的相续当中升起一颗善心啊，就一颗离异的心，一颗善心的话呢，化千百万劫呢，我也是不升起厌烦心，对你们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希望啊，就从内心当中呢很想啊，你们每一个人呢真的是对大乘的这个妙法呢，在自相续当中有生之年短暂的人生当中呢，也打好一个基础。那么这一辈子呢，在我们漫长的轮回当中的做一个转折点，以前呢一直是往下沉，就是一直是飘顺着这个入道轮回的这个河流呢，就是去。那么现在我们遇到了这个三智识之后呢，就是在中间就是打一个记号，就是应该就是翻转过来往解脱的这个方向啊，就像我们以前开启修行明分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往解脱的方向而迈步，就那这样的话呢，逐渐会得到这个解脱的。只要我们这个方向没有迷失的话呢，会得到解脱，所以这个非常关键。
Bandarangara Banasadardhan